家好，大家好，日文你好，你好，我们握手，真和平啊，不是？谢谢。这个节目你不是主持人，我也不是主持人，我们是主讲人，所以你可以问我问题，我也可以问你问题。OK， 还可以，网友可以问我的问题，互动。这但是我们的水不能太热了，太滚烫了，啊、对对对对对对，万一激动起来倒到头上，麻烦了。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不打起来就行了。我们啊，做了很多的这个看天下，纽约看天下，华盛顿看天下，台北看天下，这是星期一、星期五每天都有的，由三位资深媒体人主讲，还有一些每个星期都有的，什么芝加哥看天下啦，澳洲看天下啦，迪拜看天下啦，巴黎看天下啦，最近又有了伦敦看天下啊，伦敦看天下都是资深的媒体人主持。现在要天下看北京。对啊，但是我们明天大家都期待说，能不能来一个北京看天下？北京，所以你一来了，我完全是因为你的原因。我说我们来一个天下看北京，这很好，谢谢谢谢谢谢。即使我们看不看得清楚北京，我不知道，至少是我看不清楚，但是你看清楚就可以了。我也看不清楚，这个北京的政治水太深了。现在啊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啊，或者是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喜欢讲话。每个人都可以发你，因为前所未有的你的自由打开了嘛。是是是是是。但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事情已经不行了，就大家不看新闻了。对对 对， 对。就是新闻事实是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那么这个大家一开始就上来评论，对吧？因为觉得我怎么讲都可以。是。就像在美国，你反川普，肯定有人喜欢你。你这个吹捧川普也有人喜欢，也有人喜欢你。你只要讲川普好话的时候，我站在这个边，川普所有的坏事情都是别人的诬陷，所有的好事情都是他做的。对中国也一样，中国人的反川普也很受欢迎，甚至比这个挺川普的更是欢迎。但是我们是吃新闻饭的，是我们叫墙头草，就是哪一边有事实，哪一边有事情可以评论，或者哪一边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它是正确就正确啊，是错误就错误。但是这个正确和错误啊，未必是真的正确和正确或者是错误，是我们认为的。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啊，正确和错误，从即使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不是能够透视新闻背后的东西？英格勒的，我觉得是能够看清一些，但是要完全看清是比较困难的。对，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呢有很多的网友。很多的网友的眼睛加在一起，比我们两个人都叫四眼鬼吧，叫四眼什么？中国把这个戴眼镜的叫什么？我不太清楚，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叫法。每个地方你们江西叫什么？我们江西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叫。没有，反正就是我们有四个眼睛的，看我也未必看清楚。你的时候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多了。啊，这个网友很厉害。是是是。这个网友里面呢，也有比较好。问脏的，声音小一点，不能用这种脏话讲。但反正就是说，你讲什么，他都骂你，也有这种。那是那是。但是呢，有很多网友还是很谦和、很认真、很愿意思考啊。但是这些人不太愿意讲话啊。我希望他们呢，为了在我们的节目中间有一些网友能够直接参加我们节目，也可以提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样的最好。其实你刚才说网友里面有很厉害的，确实是，我觉得网友里面可能有一些比我们两个人。至少是比我觉得强多了的人是有的。还是比讲比我们两个人你不要。我们做这个节目还是这个以新闻报道来点评啊为主。啊，就是说发生了什么新闻事件，然后我们有什么看法。对。或者我们认为这个新闻报道或者这个新闻事件本身，我们认为有一些东西需要补充的。好不好，我们用这种形式，所以我们今天试一下。我们先上来，我主要是心里面有一个想组织一下。推广一下新闻，这现在的两段新闻呢，一段是马云的，你应该知道了吧？这几天闹得很厉害，知道知道知道，对不对？知道知道啊，一段是这个刘强东的，对啊，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亚洲的记者做的，在台北做的，一个呢是我们的记者在明尼苏达做的，所以请我们的导播先放一下马云的新闻。阿里巴巴今天公布传承计划，董事长马云选在他54岁生日之天宣布交棒。然而，马云急流勇退的做法也引发外界议论纷纷。有的指他是为了要与政治划清界限，也有一派说法是他为了躲避死于非命的命运。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指出，马云退休之际正值中国经济衰退之时，如今正逢中美贸易紧张局势，马云选择退休的时机相当微妙。阿里巴巴马云的商业帝国一书作者表示，马云是中国私人部门的象征，也是企业主飞黄腾达的极限，不管马云喜不喜欢，他的退休将被解读为遭受挫折或是担忧。网络上有一些言论将马云与政治斗争搭上线，但这些言论会为马云带来风险，因为在中国，企业家谈论政治是很危险的，这使马云公开讲话时也变得谨慎。随着政府不断提高对私营经济的参与度，马云的立场也在不断变化。他以前曾经说过，企业应当与政府谈恋爱，但可别结婚，这表明了马云希望与政府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特别是近来中共当局屡翻大老虎，严查多位身家逾千万的重量级人士，其中包含曾与马云是好友的赵薇。可是就在赵薇、黄仁龙夫妇遭中正监行政处罚的同时，马云即与他们撇清关系，可见马云生怕惹祸上身。马云在此时全身而退，或是为了转走低调作风，避免中央调查。流亡海外的中国富商郭文贵甚至曾经点名马云，指他迟早死于非命。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支持马云的选择，称他有智慧，知所进退。一位中国网民在微博上指出，公平地说，马云让很多人受益发财，他的淘宝、支付宝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因此无论如何，马云是应该得到掌声的人。至于马云退休是否为了明哲保身，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就有待时间给出答案。新闻时事报记者罗谦主整理报道。马云这个新闻最开始是纽约时报报道出来的，对对对，纽约时报报道出来以后，马云所投资的啊，魏北涛钱不控制，他就是他是这个英文南华早报的这个老板啊，那么他通过自己的报纸发出的消息就是比较权威一点啊，他说哎，那个没有准备这个退休啊，不是准备退休这种说法，所以纽约时报对他的事情呢啊，这个报道有误，而且呢解读有误，你有没有注意到了？我注意到了，纽约时报上个礼拜的报道，然后这个马云的那个有一个好像就是说你刚才讲一个辟谣样的，但是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因为他说是明年退休，那你也可说是鬼说是，确实马云现在还没退休，人家还做着董事长呢，但是事实上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又处于一种至少是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因为我们讲内阁有个所谓的有个过渡的内阁，他这样的话还有一年时间，也算是一个过渡的一个董事会吧啊。但是我想呢，至于马云的那种所谓的精神领袖的那种地位，不管他退与不的，就像万事的王这个万科的王石一样啊，即使是他退了，他是也有很强的控制力的。包括他本人就是一个大股东。对，历史的这个一个企业的成功，尤其是成为一个巨型企业，他往往一个领导人在里面就是有一个标签。是 是, 是, 是啊，这个标签是他哪怕这个马云同志啊，这个20年后大家还是会跟他连接在一起。新的继承人毕竟跟这个真正的创始人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角色。我是想提的还不是这个纯粹从商业上讨论这个问题，我主要是觉得马云为什么否定纽约时报的报道，不仅是那么简单的说哦，我是不是宣布立即退休，而是宣布了这个我明年以后退休。其实这个真语义来讲都没有错，纽约时报也没有错，南华早报也没有错，所以南华早报来纠正这个报道，它的意义不在于说我要纠正一个啊时间的错误，而是那个里面有一句关键性的话，那句话是说为什么退休？你注意到了吗？我没看《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啊，我就跟你讲，他的意思里面其实就一句话，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经济的环境不合适我了啊，或者是经济环境不好，或者简单说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不这是打这个习老大的脸吗？啊，对吧？你不是这个就是说整体认为现在是要国进民退，对吧？现在商界人物一个一个出上，马云也扛不住了啊！我也不想跟你玩了，所以这个是一等挑战。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马云退休，他这个袭击当然袭击是比较微妙的哈。但是你看，就马云的年龄来看，他是64年生的，
比我大4岁，现在是54岁了。他的这个马，这个阿里帝国是1999年创办的，也就是说到现在也是21年，哎，不到20年，这个，19年，按理来说，就是王石，我们讲刚才说了，万科的王石，他前几年也退了，但是这个王石在万科的历史比马云这个历史可能是长得多的。那是啊，我们在1988年的时候，这个王石还刚刚开始了。对啊，搞一个万科在深圳，我们还经常在里面去开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这个，哎呀，就是20年不到20年的时间，他就退休，尽是年复历长，50多岁嘛，54岁年复历长的人。你说我们讲李嘉诚多大年龄才退休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现在这个算不退休，一年以后就算不得。这里面确实这个习近的问题啊，这个包括他个人的这个掌控这个帝国还不到20年就退的问题，确确实实让人浮上连篇。对，外界认为说是政治原因，里面有没有政治原因？因为对于马云来说，其实也不是马云了，企业做大了，不论中国也好，到了外国也好，做大了，那肯定是跟政治很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非常密切的联系。是的，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所谓的官商结合体，我们不说官商勾结吧，叫官商一体化的这么一个社会啊，它必是。但是马云在这其中参与了多深的政治呢？我们外界不太清楚，其他的关于马云的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对，但是在这个时候，你讲今年的环境不好。那确实是，至少是政府听了是很不高兴的，对吧？这个我倒觉得我这个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你注意到了吗？就是亚布力这个是在南昌还是南昌的一个会议吧？那个新东方的那个俞鸿敏，那个话来说的更厉害了，比马云这个话说的厉害多了。马云几步的到这一个所谓的大家都这么说的这个事实，所以说如果说仅凭这句话说，现在我倒不知道这句话会引发什么什么习老大不高兴啊等等，我觉得倒不会。我跟你看法不同，因为新东方嘛，它毕竟是一个中国的这么一个企业啊，它的国际化的程度跟这个阿里巴巴不能比啊。马云他不是一个中国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中国企业家，甚至可以说啊在世界上有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知名度最高的人物，这个马云也是爬在前面，至少比这个李克强总理要影响力大很多，对吧？当然要低于这个习近平，但是知名度他在民间的知名度比习近平还要高，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讲这句话，它的分量是跟这个不一样的啊。不，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说就马云的知名度，他确实他俞鸿敏没法跟他相比。但是你说如果说这个话，马云这个话是让国外注意到听，但是其实国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不好的判断，大家都知道，包括美国就是打贸易战，他的那个什么，那白宫贸易就代表洛德就已早已说了，这个包括川普也说了，我打贸易战，中国经济走下坡路了啊，这个外界都清楚。但是如果说这个话是仅仅针对国内，那么俞鸿敏的上述这个发言，从自媒体上大家到处都传播，都知道，而且中国即使没有他两位讲话，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济形势不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这个马云仅仅是道出了一个事实或者一个现象而已。习近平听了，或者哪位中国领导人听了这个话，我觉得他不会因为这个话就说你马云不应该说这个话，不会。在自媒体名你发表一下可能还可以，但是在纽约时报这么一个大报发表的意见还不同。就我认为啊，这是纽约啊，这个南华早报要做出一个纠正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分歧。我这个不错啊，以后我们节目能不能多一点分歧啊？是可以啊，不同的观点那才正常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按照邓小平的逻辑是由国际大气候决定的，也有国内的小气候决定的。那马云他有一个大的这个经商的环境啊，大家之所以啊对这个事情把一方面有的是比较惋惜啊，就是因为中国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在国际社会一个这么一个巨无霸的企业，而且这个企业啊，除了在东南亚呀、印度啊，或者是俄罗斯啊，有些地方表现还不错以外，但美国还没进来，在欧洲还没进来。马云作为一个杰出的这个企业领袖来讲，只有他才能更强有力的去推动
这个阿里巴巴走向国际的这个舞台啊，国际的市场舞台。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应该是有一些这个，要么就是他个人的原因，他真的是可能像大家传说的一样，他身体不好了，有人说他是胃癌二期，有人说他的身体也不好，这个东西无曾去求证。对对对对对对啊，有人说是他儿子去世了等等等等。但是整体的商业环境是不是不利于这个马云这样一个人成长，还有一个原因，我讲的就是马云所表现出来的一等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面，有时候是负面的因素。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因素，比如包括他所创办的那个湖畔大学，就我最近看到一篇什么这个一篇公号的文章，就批那个湖畔大学，对，因为他湖畔大学有一个。那个你要进入湖畔大学，他有一个类似于那种师徒推荐的，就是你必须要有保荐人给你推荐。不但首先他到企业，到你就考到这个企业当中，他有个标准，你要达到营业额的多少啊？除了这个标准之外，硬性条件之外，还有人推荐你啊。那个推荐人保荐人当然是跟马云关系很好的了啊，他又推荐了，至少是跟马云认识的。我推荐，比如他推荐邓宇文来上湖畔大学。这里面就类似于这种师徒关系，就类似于就有会在，就是一个小圈子的一个东西嘛。那么这个文章就是警告马云，你不要搞一个什么湖畔大学，搞一个什么这个政治化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虽然我不认为这个湖畔大学它是一个政治化的东西，因为在目前的这么一个环境下了，马云想如果有心问鼎政治的话，除非他是完完全全站在老大那一边，否则他就死路一条的啊。那但是外界有这种怀疑，对马云来说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包括中国的企业家，像是柳传志这种元老啊，也得公开场合也得要跟近期撇个关系，我们只是在商言商而已，是这么。马云和这个官方的关系啊，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啊，那是肯定有关系。那么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和红二代的关系，也是一个你争有我，我争有你。同时后呢，彼此之间又记恨，彼此之间又要拉扯在一起，彼此之间又想把对方打压一下啊，或者是拉了一下对方的权势。但是这个里面是经过很多的磨合的阶段。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有一次啊，习近平那个时候好像还是当了主席，还是没当主席，忘了，还是刚刚当主席不久啊，就去南韩去访问啊，找了一帮大帮企业家啊，跟都一起去，因为企业家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在全世界现在是最受欢迎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因为你带了支票嘛，带了一批企业家嘛，对吧？不管真真假假的支票，不管是什么上带印的支票，总之是有一帮支票。那么很多企业家跟都有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出访是一个常态。那么我记得那次去南韩的时候啊，这个马云也去了，但是因为那个拍照片的时候是中办统一安排的，结果照片出来的时候把马云在旁边剪掉了啊，当然马云还活得好好的，对吧？但是他的煎熬和他自己感觉到的恐慌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那是因为阿里巴巴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不跟权贵高阶是不可能的，那当然对不对？对对啊，但是你跟权贵高阶就有很多问题，权贵会帮助你发展起来，但是另外的权贵呢，是就会盯住你，对不对？对，因为这个所谓这个阿里巴巴的在股权结构里面，曾经有人查过，就是有所谓红二代的这么这个红二代的在里面有股份在里面，当然他那个。这个股份是多大，或者说马云本人是不是替别人代持这股份啊？我们外界都不知道。我本人是认为他应该那股份是他自己的，不会是帮那个红二代也好，或者帮官二代也好代持的这个东西。但是就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在中国这个官商紧密连在一块的是啊，党国体制这么一个体制下了，马云。他肯定要步步精心啊，步步设计啊，以免哪一步走错了。这是否跟他现在的退休是否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我倒表示怀疑，但作为一个背景是可以参考的。其实不仅是马云呐，这个最近进入这个风波的人还有一个人，刘强东，认识吗？
我认识他不认识我呀。你不管认不认识 OK， 那我们让我们的导播放一段我们的记者啊最近专门去了明尼苏达啊他发回的这个报道看是怎么回事。好，欢迎收看明镜现场。刘强东案，美国检察院称关键在女方是否合作，网传的拘押地有误。根据中国大陆财经记者卢伟的报道，刘强东涉案的美国亨内平地方检察院称此案高度复杂。亨内平地方检察院过去五年对45%的强奸案会起诉，起诉需要女方证明自己物理上无法反抗。如果受害人愿意合作，警方就有最好的人证，如果受害者不愿意合作，证据可能就很弱。当警方发现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后，会写一份刑事控诉书，其中包括嫌疑犯的姓名、受害者的姓名、生日、地址，然后还会有起诉的罪名，也会列出一部分的证据。所有的刑事起诉都会有公开资料。检察院发言人还说，刘强东的名人身份并不会阻碍当地的司法程序。再来回顾一下之前发生的案情。8月29日，刘强东等一行人在游船上享用晚餐时，根据知情人士称，涉事女大学生曾出现在这次晚餐上。8月30日晚，刘强东一行在距离明大校区约5公里外一家叫做 Origami 的日本餐厅吃晚饭。8月31日，刘强东一行在圣保罗意大利餐厅就餐。当日晚间，刘强东送女大学生回家，女学生随后报警。大约11点左右，刘强东接到了该女生电话，并被女生约到了学校的2-214教室，随即被捕。9月1日下午4时左右，刘强东被释放。之前网络上传言的刘强东的关押地点是距离明大半小时车程左右的一间成教中心，但是明镜记者到访后发现，这里并没有关于刘强东的任何关押记录。观众朋友您好，我是明镜电视的记者柳晨。根据中国大陆网上的报道，刘强东之前是被关押在明尼苏达大学以西20分钟车程的一家成人劳教所。但是呢，根据我今天上午过去的调查呢，那里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刘强东曾被关押在那里。所以呢，我又来到市中心的警察局，也就是我身后的这栋建筑，Hennepin County Public Safety Facility。 根据他们的记录，刘强东实际上是被关押在市中心我身后的这个建筑以及他们或者后面的监狱的某一个房间。现在呢，我是不能进去拍摄的，不被允许拍摄，但是他们的发言人说之后会 email 给我们有关刘强东被关押在这里的一些记录和详细信息。关于刘强东案件的进展，明镜电视将会继续跟进报道。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明镜现场。我们这个报道啊，里面就有一个标题，就有一个错误啊，叫美国检察院啊。美国的这个是检察官制度，我们一般来叫美国检察官或者是检察官助理啊，它本身不是个独立的院，它是隶属于这个司法系统。它的司法部有两套司法部，一个是联邦的司法部，就是现在正在跟这个川普总统啊对着看，是看是我辞职还是你把我开除，正在闹了啊，或者是也许他们相安无事了啊。另外就是在每一个州，因为它是一个联邦体制，那么每个州它也有司法部啊，我中国是叫司法厅或者叫司法局，它这里你也可以叫司法部。那么司法部的部长一般来讲，他就可能就是检察这个检察官啊，或者是这个检察官助理啊，所以他这个体制呢就不应该我们单独叫他这个检察院。我们先不去管这个司法体制了，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刘强东案子最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处理的比较低调，因为我们担心了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无厘头的这个八卦啊，就是一个绯闻啊。那么这个网络上虽然很狂放，但是作为一个泥塑媒体来讲，我们比较谨慎小心。但是我们后来为什么要到现场，为什么加入更多的细致的报道，主要的原因是不仅是刘强东是一个名人，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京东公司是一个大众公司。对对对对，按照美国的一般的认知的话，你是个大众公司，那么这个大众公司的这个领导人你就是个大众人物了，公众人物啊，公众人物。所以你的泥型就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不同的标准。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再把这个事情给予这个关注。但是呢，网络上当一个名人出煞，尤其是出绯闻，大家当然是很亢奋。但是
法律的这个认定呢，在美国除非是法院罪证啊认定你认罪，那我们不能说他就一定是犯了这个罪。何况到现在为止根本就明明没有到法律的诉讼的这个阶段，而只是检察官在接受了这个案子，而检察官都还没有这个绝不决定起诉，案件还在侦查阶段。侦查阶段那么按照这个一般的刑事诉讼来讲啊，刑事案件来讲啊，这个案件的这个主要的受害人啊，他不能是诉讼的一方，他属于这个证人，而证人的证词的可信度和未来的这个检察官或者是检察接不接受他的这个证词，那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他可能就是改口了，可能是觉得他们当时是你情我愿，或者是半情半愿，这个里面有非常拉捏的一个程度。是是是，这个因为我看到就刚才这个报道，算是这个女方是吧出庭作证哈。因为我刚来美国，我不太清楚美国的司法制度，就是女方如果做假证，发觉说。这个说干对法律以后，这个事他自己会承担什么后果？撇开这点不谈的话，我也看关注了刘强东这个案件。大家说就是像刘强东这种人的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可以用钱摆平的。所谓用钱摆平，譬如的说，并不是说他能买通司法官，而是还是一个证太证人这一关。就是说，比如讲他用五千万，有人就是我看到网上说他用五千万把他买通了，然后让他改口说没有强奸。这种情况如果说发生了的话，而且这个女方又不会承担什么法律的责任的话了，那这个最后刘强东这个案件不了了之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非常大的。陈小平博士啊，是一个法学博士，但他不是刑法这个博士，他是宪法博士。但是呢，他在中国是在中华大学教书，中华大学受教，也在北京大学受教。他当然对一般的法律的这个常识知识呢，比我们两个人都是要丰富很多。所以他对这个案件的这个从司法的角度的这个了解，比我们一般人多很多。他而且就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也去这个跟专业律师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在明尼苏达这个州啊，对这个被强奸的人的受害一方啊，往往是不利的啊，因为可能这个州的司法资源有限，或者是这个州的在这方面的法律的认定有限，就是美国很多州嘛，有的州就可以判死刑，对对对对，有的州不能判死刑，所以他认为根据他所了解的案例和法理来看呢，就是这个受害人本来就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刘强东本身他又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啊，钱当然你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律师，但是这些推理都没有意义。啊，这个还是关键，还是取决于未来的这个检方的这个罪证的这样的认定。所以在司法本身，我们很难去妄加揣测，因为有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女方，也可能会伤害到刘强东，可能也许他们就是真的是一个正常关系，对吧？可能突然有人变化了，也许他们真的是被强迫的。我不去讨论这个问题，我只讨论两个事情。比较有意思的是，刘强东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对吧？对，这个所谓的博道巴也是很成功的一批商人，他们为什么要又来就搞这么一个博士学位啊，或者是博士课程？哎，这个博士课程前两天都在游轮上面吃饭，哎，后两天又是哪个餐馆吃饭，后两天又怎么样？你觉得中国的这个人里面对这个知识的尊重啊，是不是有一点过度了啊？中国有两个本位啊，一个是官本位，在我看来是学本位啊。你说的是刘强东到介绍博士班是吧？对啊对啊，就是我说为什么很多商人，因为不仅是刘强东啊，我据我了解啊，听说马化腾也是这个博士班里面的人，还有一个叫什么360都是叫什么周鸿祎吧？周鸿祎对啊，这边吃饭也有他，我不没有最后确定啊。还有一个叫李白潭啊，就是这个贾庆林的这个女婿，好像吃饭在场。啊，不是说他们学习不应该啊，因为他们是企业家，他们去好学呀、啊，这个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对对对 对, 对，这人家愿意去拿一个人家博士、假博士也无所谓啊。但是我只是，为你了解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商人呐、啊，他为什么喜欢这么搞读一这个班？是是，我也看到了这有关有个你刚才说的这个，我的人家说这个像这个微软呐、啊、的创始人呐、啊。还包括那个什么马斯克啊，人家愿意挂那个我还没有大学毕业的牌子，还为骄傲嘞。说提起来中国的什么成功商人，按照这个刘强东的这个
他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地位、社会地位和他的这个商业的成功，他完全没有必要去上任。他可以去做老师啊。对呀、他可以做老，他为什么要听别人讲呢？对，他可以大博士生啊。对呀、而且是说他，你说要他拓展人脉嘛，也毫无必要。对，他为什么要拓展人脉呀？他人脉已经够广泛的，到明尼苏达的哪个有什么人脉可拓展的了啊？对。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解释？第一就是说，这里面就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无形的一个，就是说。所谓官本位，这个博士本位吧，啊，学本位，学本位，我虽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不是一个博士，那跟着那个，跟那些博士又是成功的这个商人来双比，可能是不是有点自我觉得有点矮老的矮化了的？不是，中国的当官的也是这样吗？我的很多朋友有的当省长、当部长啊，对，挺好的，你是个政客，是个政治人物，他非得就搞一个假博士，是，很奇怪。这个是里面的，这是也是毛主席说的，说以前的我们就不谈，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看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博士呀、不管这个博士是真是假呀，啊，对不对？最高领导人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啊，对对对，是我的，是我的，不是你的，是这个基辅政治局是委员里面啊，或者是国家领导人里面，一半以上都是有博士学位的，对啊。政治局委员呢，肯定一般常委里面喊到去了几个王，王不是常委啊，就是王不是，汪洋不是，没有，汪洋不是，对对对对，其他的人都基本上王金山好像也没有吧，王金山他不是常委嘛，所以我们他也不是，他也没有，全世界也没有，就是说大家都是进阶人员也好，上届人员也好，都希望来弄这个，就是已经他成为一个所谓民族的一个。潜意识的一个动作，必须要用这个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来证明自己有学识啊！它不单单是一个身份，身份无需证明，就是说我要证明有自己有学习。我不是单单在成功，就是做商业这方面非常成功，我还是一个有学识啊，有学习的人。学识没有什么奇怪的啊！我跟你讲啊，我认识一些美国的商人，也认识一些台湾的商人，香港商人咱们不去说了啊，香港商人看书比较少一点。台湾啊，很多的和年轻的一代商人，包括老一代的商人呢、他都是很看书的。是是是是。啊，有一次、我就很多年了啊，就是我做这个会计啊，然后就是这个，十几个小时，啊，是商务舱啊，啊，那么一对夫妇啊，从飞机一开始起飞，就看到降落，从安哥拉至降落，然后在旁边休息的时候还在看书，上了飞机以后又看书，后来稍微了解一下是商人。那我不是跟你讲，我认为啊，或者我所见到的中国大陆相当一批商人，他们看的书，他们思考的问题，远远超过一般的所谓的教授或者知识分子思考的宽阔，对对对，也超过一般官员。是是是是，我认为这是很令人钦佩了，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你商人呢，要到世界各地去拼搏，你是要有很好的这个学识，但是为什么就拿这么一个文凭？你到中国拿一个文凭就可以了，反正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经烂掉了，要你们去拿一个文凭就可以了，还去糟蹋这个明尼苏达。明尼苏达的双城学院，它是一个中城一个西城啊，连在一起叫双城学院，这实际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学啊，对不对？不仅是把明尼苏达给糟蹋了，现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这个哥大美国的这个大学原来我还有几分尊重的，现在没什么太多尊重的了。我后来发现钱也可以搞定，是是是，对不对？你就是搞这么一个班，这个班你一个意义上它也不是真正的博士，是是，对吧？它就是什么博，不是什么什么，相当于这个课程的班。你看这个里面有一批人就扮演了一些角色，就是华裔的教授，华裔的教授很多都也是我的哥们或者是朋友啊，在美国辛辛苦苦又非常聪明。很努力成为美国大学的教授，美国大学教授你谁就可以去当总统或者是当总理或者是当部长的，哎，他们不甘寂寞，不想去搞那个学问，就想拉皮条跟中国建立关系啊，不敢啊，原来他们搞这些培训班啊，一方面是捞一点钱，第二个是又到中国去进行交换啊，中国又给他一个回报，是是是，人家还很恶劣的是什么，他们把这些商人搞过来啊，甚至是当官人搞过来去吃饭，你吃饭就吃饭呀、这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一定是要安排一下，一个男的旁边配个女的，是是是是。啊，这一次出事啊，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但是就是说，因为刘强东这个案子是一个很具体的案子，
咱们不，因为具体的案子是很严肃的，咱们不能把刘强东把我们给告了，对不对？或者是其他的商人把我们给告了。但是我讲的这种现象，听说啊是很普遍的。是是，刚才你说的就是是刘强东这个案子，我们不谈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针对刘强东拉博士学位的这个问题啊，可能他是不是被华裔的教授是忽悠了，这个有可能被忽悠了。但是我觉得关键还是刘强东本人，就是说你再如果华裔的教授再怎么忽悠你，如果不想拉这个东西，你不想读，你他人家也无法忽悠你了啊。所以这里面问题还是刘强东不，我觉得他是不淡定。不淡定，这里面就刚才他是否与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国企业民营企业家的这个在整个大总体环境里面的一个处境是不是有关系的，或许他也是一个背景之一吧。嗯，现在一开始讲起来新闻呢、啊，就把组合一组合就吓死人，对吧？刘强东出事，马云退休，王健死的莫名其妙啊，然后这个肖建华也不知道在哪里啊，对吧？吴晓辉已经判了重刑啊，然后这个王健林啊，对不对？什么一个小他曾经讲过一句什么话呀？这个一个小小的理想是一个亿啊，什么玩意儿？那等豪壮的气号已经都不见了。对对对，现在这个你觉得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已经这种高速的发展和中国的民营经济和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一样的已经到了一个坎了？这个问题我这个最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我忘了哪个机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权威的机构，它有个调查，就今年的中国民营企业是有所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啊。某种意义上说是确实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坎，如果跨过了这个坎，有可能会所谓的有第二圈的出来，如果没有跨过这个坎了，那么民营企业可能会有一大批企业家会倒退，我们不是说去加一的路上啊，导致他这个是末路上啊，这个有可能，因为整体的就是说，整体的就是说，在这个这几年过去五年的所谓国进民退的这么一个一路改革行进中啊，民营企业它是越来越变化，它在中国经济的这个结构中都是变化的。像马云这样的这种刘强东这种所成功的企业，它只是在电商这个环节啊，那么在实体环节的民营企业家，那这日子是非常难过的。嗯，我们能不能来的直接一点，胆子大一点？你觉得这个倒霉的下一个企业家是哪几个？这个我无法，因为我关注民营企业关注的不是太多啊，关注的不太多，就是有很多说法，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查这一下，就是。风头太近的人啊，风头最近的比如说现在排名第一个了啊，现在排行榜现在是谁啊？谁第一个？许家印啊，许家印。那许家印就有可能了，对不对？排行第一。我不是说他一定到监狱去了，或者是一定什么倒霉了，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可能镜头就对准他了，对吧？因为你看看没有，这个美国的富豪榜啊，二三十年基本没怎么变化的，看到没有？中国的这个富豪榜每一年都有个变化，就说明这些企业家真素质本身也显示出来是非常不稳定的。但是就是许家印的这个恒大，据我所知的话，许老板好像是比较低调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恒大的这几年的排名的业绩了，一直是比较稳定，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且是这个业绩比较波动的。不太大、哎、我不管你是业绩是第一第二，还是高调第一第二、还是低调第一第二，你只要在中国养回了，就有人会盯住你，对吧？或者说呢，这个里面隐藏的某一些关系我们是不知道的，你比较福星，对不对？他就是谁会想到李元朝同志会被这么边缘化呀，甚至还随时可能会进去啊，对不对？那是所以有一个关系是咱们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哎，许家印哎，还不错，很低调，对不对？而且还踢踢球，对不对？对啊、好像赢了会圣上，但是后面圣上是不是这个，他并不是每个踢球他都喜欢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为我们两个人安全起见嘛，我们不具体点名字了。对，我们还是点一个我们现在大家都这个可以讲一讲，但是也是有争议性的话题，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好。
九月九号，九月九号是毛泽东的忌日，忌日啊，一死就死了42年，你看看有没有我们的报道。那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9月9日是毛泽东去世42周年的忌日，有中国的网友就发现哦，新出版的8年级历史教科书当中提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删去了毛泽东有错误的一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一再修改教科书，抹去对文化大革命的负面描述，让人们心中再次亮起警示灯。中国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不仅造成文化断层，数百万人丧生，还有上亿民众流离失所。曾经中国学生教科书上呢，都只是灾难以及浩劫，如今似乎有不同的评价。美国之音报道指出，在中国最新的8年级历史教科书下册当中，将文革浩劫变成艰辛探索，去除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再度将他变成完美的伟大领袖。原先的课文是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错误的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新版的教科书里头删去错误的一词，指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此呢，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美国之音指出，令人不解的是，虽然文革带来不少灾难，但是在文革期间长大的习近平似乎对文革情有独钟。习近平对毛泽东反复赞美，导致中国国内许多人以公开以及半公开的方式对习近平发出询问，但习近平以及他的宣传班子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报道认为，习近平掌控之下，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推出歌颂毛泽东，去掉毛泽东错误，恐怕将会再度引发中国政坛以及文化界的另一番议论。哎，你曾经在那个学习时报工作过，我们本来不想提那个故事啊，但是只是说你有这个专业背景，那说明你学习习近平已经很久了。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一个教科书的这个修改，这种从程序来讲，是习近平下令，还是习近平的部啊，这个他的直属的中央办公厅，或者是某个人下令，还是教育系统啊？现在叫教育部还是叫教委啊？是他们啊揣摩生意把它删掉。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删掉可是非同小可啊！你怎么看？我认为哈，这个首先，因为每个国家，我不知道美国的情况，中国它是一个教科书的专门教科书的审定委员会啊，教科书怎么写，那是国家来规定的，政府规定的，到了这个委员会，是设在教育部下面的啊，什么？那么首先毫无疑问。这你要过教育部这一关啊，教育部。但是我想呢，提出是问题是这样的，谁提出来的？那帮具体写教科书的人，他肯定不会提出来啊。他说这个要改一改啊，要什么的。我这个东西呢，肯定，但是是不是最高领导人提出来的，我也很怀疑，因为他哪有功夫去管这个教科书的问题了啊？他搞了几次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啊，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对两所谓的20-30年互不否定嘛啊，他只提出这么一个东西，那极有可能呢，就是说那个教科书的那个委员会的头啊，提出一个方案给教育部领导。啊，那么教育部领导呢，当然他也不敢自己定夺，来上中办。中办呢，这个问题肯定是要反映的，至少是反映到意识形态的主管部，这现在是王沪宁了啊。那么至少是这个事是，据我所知，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去年就已经修改了，不是今天才修改的。是吗？你确定？啊、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啊，但是他们是最新报道出来的。不，应该是最新报道，可能是最新报道，但是修改了，好像是吧？因为我印象就好像是去年就已经。你是印象增加还是愿意承担错误？不对，我印象就是去年好像就修改了的。所以说这个数不管是不是王沪宁嘛哈，至少是当时的，如果是去年那是刘云山嘛，对吧？就是这个是至少是意识形态主管头。发现是刘云山，发现是王沪宁，是已经
到他这层级修改了。但是这个东西因为这样一个修改的是对伟大领袖的这个错误是一目了之了啊。对啊，一目了之，就是影响到什么东西啊，影响到未来的千千万万人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认知的问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最后根据我的观点，肯定是要最高领导人是要向他汇报一下的，所以我们要改一下这个东西，或者写一个类似一个专门调情就这个事写一个东西给领导最高领导人，你看合不合适，最高领导大部分合适，就这么改，就这么定。OK， 事情就这么。你刚才有一句话我也不是那么同意啊，就是说你说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的对历史的认知，那你说这个今天的中国历史除了我们先不叫老毛这一条吧，就叫极端的条，有几条又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倒我不在乎，反正已经夺回了这么多年。我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能力来讲，他违背了自己的政治能力，是因为认定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文革，这是中央的正式的文件，这是党这样的决议，对吧？对啊，你自己把它给推翻了。这个意味的是什么？意味的是不是从根本上，这个为未来啊，或者是现在，实际上现在已经做了啊，就是动用文革的资源、文革的做法，提供了合理的这么一个基础，也就是否定了以前过去的党这样的这么一个决议。是不是这个？你认为从这个问题是否会中央再做一个决议来否定，就是说所谓第二的历史决议嘛，就邓小平搞的一个第二的历史决议嘛，这个对文革错误的对毛泽东错误发动文革吧，所谓四人帮等反动派利用了毛泽东，这是一个这个历史决议，第二的历史决议。邓小平主持的第二的历史决议所做的一个东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习近平是否会做第三度历史决议哈。目前看来这个应该说做第三度历史决议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不是很大。那么如果他不是做一个历史决议的话，要整体的否定的话应该是不大可能性的啊。就是说这里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是否以后会利用这个东西来发动一个类似于第二次文革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但是这个社会上也是非常非常担心啊，非常非常，有些人说中国现在就是第二次文革啊，有些人说还没有，当然就问题就是你怎么界定这个文革的问题啊，对啊，第二次文革是第一次文革的翻版还是有所变化等等啊。如果说是完全是第一的文革的范本，那是绝无可能的，是不会有第二的文革，就是第一的文革啊。因为明显的第这个我们讲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他的初衷啊是要达到党内的修正主义啊，党内出身的修正主义，那是不是习近平要把现任来往那谁打倒啊？对，他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也不存在一个让人民造反。对的，他更不可能存在人民造反的问题了啊。所以从这个意思，但是只能是说，他会借用文革时期的某些做法啊，会借用文革时期的某些做法啊，来推行他的政策。他的思想和路线，这个事情是现在已经在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公开的通过历史决议的形式来为文革翻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大可能。但是你觉得为什么现在给人的感觉啊，就像文革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这种笨的办法，笨的办法就是比老毛还厉害啊！对，老毛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只是右上角啊，毛主席语录。现在是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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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他的目的就是你不要看这个《人民日报》，因为为什么？你看到这个习近平，谁还有一点阅读的欲望就看这个破报纸？是是是，对不对？你这不所以有人说高级黑吧？不过是习近平自己高级黑自己，还是他的手下高级黑自己？总之，他就把《人民日报》办成一个没人看的一个地步。对吧，你那个时候至少毛主席语录还有一个新的东西。是啊，你说你今天会见会叫这个国家那个国家那个国家这个国家，对一般老百姓完全没有预热，就是你达不到一点宣传的一点效果。但是为什么又这么笨啊？为什么就是要用这种文革式的语言，文革式的这个形态？
你觉得是真的是像别人认为的这样，现在的领导人的认知水平就那么一个水平，历史的记忆就是那个记忆，还是说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关键的时刻要么要走向民主化了，要么我们就要借尸还魂，对吧，用矛来压大家。我觉得这其实是要把个人跟一个组织分开，组织它是有一套积极运转的，就一旦这种积极运转启动之后呢，那个人的这个意志它是要符合这个组织的这个运转的规律的，这里面就很大程度上是这么一个问题。你讲的太好了，你不是讲这个体制是机器人吗？对，真是机器人吗？对，是你以前对你以前我知道一个竞争机器人，对，一旦这个竞争机器人启动了之后呢，它就的这么走，不是说这里面比如讲习近平的头版传他的。我想呢，对于那些具体的做编辑的人来说，他个人呢，他肯定也不愿意这么干。对，他不愿，但是他又不得不这么干。为什么不得？他不做个不这么干，他觉得上面会怪得下来啊，怪得下来。那么对于习近平这个东西，肯定到最后到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其他报纸不看，习近平肯定看人民日报的。那么标题扫一下，他其实标题不扫的那个版面，他也翻一翻。如果他翻的。看到这么，哎呀，怎么全是我的了？这，如果他发现法庭下都不能再这样了，那么下面人可能就不会再这样了啊！我还记这个最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给那个中央美术学院吧一个老教授的回信啊。仅仅是我给你一个回信，老教授，然后中央美术学院接着他说学习习近平某某某跟某某某的这个信件啊，来开一个隆重的大会。不但是这样的，包括在全国美术界都要学习呀、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就是很非常荒唐的一个事情。冲击了你中央美院，你学习一下吧，对不对？全国学习干嘛？全国美术馆要学习这个事情呗。但是，一旦就是说这个机器，所谓这个集权的机器这么运转之后，他就必须要这么做，不是说以你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幸亏你是从这个体制里面出来过，你了解这个体制的运作。当时我就认为习近平的变革也好，习近平未来的这个不变革也好，他跟川普一样的，川普在华盛顿运作，他要依赖于他的这个文官系统，依赖于他的这个政治体制，所以他会产生冲突。那么习近平要变革也好，要找回头路也好，他面对的就是一个政治体制的机器。是是是啊，这是一个尝试，但是我被批老了，说我为中共讲话。不是，这里面就是说，对于那帮人，比如对于里面那套领导来说。他肯定也不喜欢这个东西，而且他从他个人来说，他不喜欢被不喜欢，他可能里面有个揣摩啊，他揣摩习近平是不是喜欢这个东西了，他也只是觉得习近平可能也不喜欢，但是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安全安全，我就必须这么做，管他现在喜不喜欢，我先做了再说。这里面肯定有揣摩的成分，但揣摩的成分，第一首要的一条是政治安全、政治正确的问题。那么最后的事情是必须会做。那么到了习近平手上，我们讲他可能就是也觉得这样不好，但是也许他因为那两年的事情很忙嘛，就接着各种外边也对，也许就没看这个报纸，也只看了一下，就拿个报纸一丢，也把这个事情忘了啊。这种多有。存在着这种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但是我们从这个政治所谓的你刚才说的你发明的政治机制里的这个运转来看，它是必然会达到，必然会出现这种结果，哪怕不是说全部它的新闻，至少是大部分新闻它是有建筑的，就这么个结果，毫无疑问组织的形态就这么决定了。对，只有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才知道这个政治机器人这个发明还不错。是可以做诺贝尔奖。那除非我在后面自己搞一个奖。那我想请教的是，早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又出现了一些异样，有时候习近平没那么多了，当时是怎么一种解释的？有人外界当时解释说北京发生政变了，元老出现了这个颠覆性的这个黎明性了，你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这确实无稽之谈，无稽之谈。为什么？很大可能是就是那个没有，他没有
没事可报，他没有去哪，没有去访问，又没有去细查，那躲在家里你报什么报啊？而且那一段时间他正好在疗养。对呀，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新闻可报，他疗养到北戴河去了，报什么？中国视角，你没有出生的新闻，那肯定就不报了。你看，你就还是专家，一下子就点破了。那段时间啊，习近平主要是在这个北戴河。对呀、啊，对吧？可能按摩啊，对不对？跑跑步啊，对，游泳啊，对，对不对？人家整在陕西一下嘛，要不是天天，我也觉得是讲再无聊的工作就当皇帝，对不对？天天开会，天天开会，而且开会那东西很无聊，好不容易休息几天。他那里面也有可能，虽然休息点，也有可能，比如写一些批示啊，一份这个也有。比如讲某个内参顺从他那，但很多内参是不能报的啊，能报的内参，只能是大家都学习的东西。是这么个东西，所以说那段时间最好的解释就是说他没有出来活动，无新闻可报，就这个有水平，有水平。但今天这个不是今天啊，九月九号这一天啊，除了这个老毛的这个去世的这个忌日吧啊，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大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北韩啊，中国叫朝鲜啊，海外叫北韩，进行了这个阅兵式。这个阅兵式啊，开始。大家搞得很紧张啊，因为呢，本来这个金正恩跟川普已经见面了，好像朝鲜已经走向一种和平的迹象，结果没想到最近关系已经不太好了。蓬佩奥，美国的国务卿跑到平壤去，金正恩好像没有出来见，对不对？后来又准备去了，又准备去一次。蓬佩奥这个人呢、啊，他上瘾，他为什么上瘾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北韩问题不解决不行，因为就在他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期间啊，他就打开了这个啊，就像基辛格啊，你跟沈阳一讲啊，中国是我解决的，中国的大门是我打开的，是他们想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一个印记，所以蓬佩奥就。皇帝不急太监急，对吧？结果他要去了，劝不叫停啊！被川普说你别去了。结果在这个时候，他又要搞这个阅兵式，要所谓的这个建国这个七十周年。那么原来说习近平去，而且据我们当时说呢，习近平也不能完全排除没有去。结果呢，习近平没有去，这个金正恩也进行了这么一趟这个阅兵式，是栗战书去了，但是在阅兵式上并没有出现。洲际导弹啊，洲际导弹就是润泽海这个海弹头嘛，也就是说没有那么逞强了。这些事情怎么回事，我们先看一看新闻报道。士兵整齐划一的步伐，在士气高昂的音乐衬托下，让人看得目不转睛。朝鲜九号举行建国七十周年阅兵仪式，阅兵游行队伍长达两个小时。不过，根据韩联社报道，朝鲜这次阅兵低调许多，虽然也展示一些先进武器，却不见洲际弹道飞弹的身影。外界推测，这除了凸显朝鲜当局将焦点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也是避免挑衅美国。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六月在新加坡见面以来第一次举行阅兵仪式。虽然峰会结束之后，双方关系依然各有坚持，但金正恩这回并没有展示射程能到达美国领土的洲际弹道飞弹，似乎是不想惹怒川普。高丽风险集团成员此前也曾分析，如果展示洲际弹道飞弹，对美国来说是重大挑衅行为，而且会让中国代表团相当为难，因为看起来就像是中方支持朝鲜发展核武。也的确，看台上站在金正恩身旁的正是这次代替习近平出访朝鲜的中方代表栗战书。在中共党内排名第三的他，这次出访朝鲜受到高规格待遇，包括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镇、朝鲜第二把交椅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等人都亲自到机场迎接，也安排中方代表团下榻接待最高级外宾的百花园迎宾馆。阅兵前夕，栗战书先是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长金永南，他强调持续巩固并发展中朝友谊是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金永南也回应中国代表团这次出访展现两国人民团结友好，习近平本人则是在九号送出贺电。
表示中朝关系的强化是不可动摇的政策，也说中国的政党和政府对于中朝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律给予高度优先顺位。新闻时事报记者陈佑嘉整理报道。哇，很壮观，很多很多问题要问你啊，请教你啊。第一个，习近平为什么没有去？第二个，为什么国际友人之出现了这个栗战书，对吧？据我所知啊，这个俄罗斯好像上议院的院长也去了，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在阅兵式上？第三个，他为什么没有显示去这个洲际导弹？第四个，好像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朝鲜也要走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道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最关键的，你觉得无黑化还有希望吗？这些问题太多了啊。朝鲜问题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这个我的个人的这个命运其实跟朝鲜问题有很大关系。以后有机会再讲。不要看到我了，你看看到你的正面形象。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月前，我觉得最早报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要访问朝鲜是新加坡海峡时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了，很多外媒就问我说习近平会不会去，我当时说不大可能，这个我说不，有两种可能，有可能会去，有可能不会去，我说不好确定这个事情，但是你也很诚实啊，本来只有两种可能嘛，一等吃一等不吃，因为一个月前你无法判断这个东西，你只是讲这个去不去的理由，对，因为我当时说我说去。他是应该要去的，为什么应该要去的？上度胡锦涛访问的是2005年，那是很长时间没有去了，13年了啊！而且是今年是三次来华访问，而且就是今年有当面邀请了习近平去访问，也习近平也答应了，就是按照这个礼节了嘛，他应该回访，对啊，应该就是应该要去。按照回访都要三次了，人家已经来三次了，对啊，但是。后来我说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习近平又不会去，为什么不会去呢？因为现在美国认定中国帮助朝鲜了啊，的背后给我捣乱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习近平没有打算跟川普彻底搞坏关系的话，他就得避免去，因为你一去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确，你就是要支持朝鲜啊，给我捣乱，这个美国就是这么认定你啊。所以说为了避免这条给川普这么个印象，最好是不要去啊。到我记得外交部发言人是有外媒问到这个问题，是不是跟贸易战，外交部当时说你想多了啊，这哪会跟哪会啊，那外交部当然他不说，但这里面肯定是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里面。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逻辑关系在什么东西里面，可能是说在这三次这个金正恩三度来华访问的过程中，或者说在来华访问以后呢，他并没有做到完全令习近平满意，说穿了就是没有完全听从中方的一些指示安排。什么指示安排？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啊。什么指示？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肯定就是说没有按照中方完全的要求去做，因为你知道。朝鲜民族是强调所谓自主性的啊，自主性的，他的那个他老爷爷的那个就是这个主体哲学嘛，主体性啊。中国和苏联不也一样吗？是啊，但是中国还没有说把这个主体性挂的呀啊，朝鲜的这点这个就是说朝鲜的这点比中国的这个，就是你跟朝鲜跟韩国人打交道，知道的，特别自尊，特别好面子，知道吧？啊，特别不让人不喜欢让人。跟人说，好像我是在受你指挥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因为朝鲜长期被大国欺负太久了，对，所以他被小日本都欺负很久，是、嗯、这种自主性的要求很，而且他肯定有自己的利益，不可能的利益完全跟中方的利益是完全吻合的，那不可能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估计可能会有一些。会让中方感到有时不是太满意的地方啊，当然这个表面上是不会说的啊，不会说的。这样的话呢，我不去，我派一个代表去，啊，当然这个代表规格是很高的，这其实也给金正恩的面子。我虽然不去，但是我派老三去了，老三本身又都我的特别代表，他本身地位就是老三，这个已经很高的了。其实就是在安慰金正恩，我虽然不去，但我派栗战书去了，
这个事情就是说告诉经纪人，你如果就是说比如讲你是给我耍小心眼也好，或者做什么也好，我是可以掐住你的啊，有这么一个警告的含义在里面。两者都有，就是既避免这让圈捕生气，又有一个对经纪人的一个警告在含义在里面。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栗剑书跟十七跟经纪人这个会见的时候，栗剑书是提到了无核化，提到了无核，强调了几次。但是经纪人这中方的报道我看的，就乔审报道我没看，乔审报道更不可能出现，没有出现无核化这个词啊，就没有出现无核化。对于这次为什么没有展示洲际导弹呢？这很好解释，也就是不想对于经济案来说，他根本不想惹怒川普。他尽管两个人，他就是跟川普打哈哈啊啊！我已经把那个但就是弗里西的所谓的这个黑实验场地已经给他毁掉了。那么现在这个能够发射洲际导弹的场所，我基本上也差不多毁掉了啊！我在这个月份会上，我也不展示能够洲际导弹能达到美国的洲际导弹，我是在对你示好啊！啊，很多媒体外媒又来解读啊，这个川普就今年又来跟川普勾搭了，中国又怎么样啊？这是中方媒体的解这个引人解读，根本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展示。我仅仅是不让你检视而已，并不在于我放弃这个东西，我那个东西还在家里搁着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当然川普他需要这种效果，你看、啊、他没检视就赶着今年没有检视啊，就好像我就川普说，你看今年给我面子，今说起来这个例子是说，外界好像就是今年怕川普了。其实毛定义上今年是给你面子了，我不展示而已啊，我那个东西放在家里了。所以说你刚才说的乔审的无核化会不会，今天说了，接着这个韩国代表特别的文在寅的特别代表说到韩国去，到乔审去访问，今天说了，我在2021年前我要实现无核化的意志。我是无核化的意志啊，这也是明显的给川普卖川普个面子。你看，你二零二一你的第一亿就已经到期了啊啊啊啊！2020年底就到期了啊。那么2021年一月份就叫做换总统嘛，对吧？啊，在你换总统的前，我把这个无核化，那么人家很多，那么外界就认为，包括这个中国也很多舆论，这今年要弃核了他们的，但是。大家恰恰都忘了另外一个词，经纪人说希望美国要同步进行啊，意思什么呢？这是前提条件，你必须要同步进行。所谓同步进行什么东西？你得跟我签订和平协议啊，或者说给我建交至少起码的和平协定，那是要，这是要签订的。基于是不是建交，那是下一步的问题啊，也有可能是也包括建交在里面。这一点，但就是这一点，在美国是不是很难通过的呀？啊，很难通过的，就是和平协定，和平协。美国社会包括川普本人也是的，你生气和我再给你。所以说，撇开就是都不谈，就他提到的那个时间表，2021年就已经跟川普原生的。那个什么，今年要弃核，或者最多明年要弃核的时间就已经拉长了，拉长到2021年去了啊。所以说，简单的一句说，金正恩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敷衍，就是在敷衍川普，看你找，假如说美国中期选举对川普不利的话，他下一年都做不了总统了，金正恩会理他吗？根本不理他，什么2021年，你不做总统呢，理你干嘛呀？但是他这种做法，这个你刚才这个解读啊，很有道理。因为从这个俄罗斯的上议院，好像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上议院的院长也去了，但是我刚才没说没弄清楚他为什么没在那个舞台上面出现，就出现了中国一个人在那里，是不是？
没有其他几个国家吧？你观察了吗？有代有其他代表团，有其他他邀请了其他国家，但是其他国家代表都是级别不高的人啊。但是俄罗斯的商业院的院长级别应该也差不多啊。对啊对。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出席在台上？但是他有一个讲话，我注意到了，外电有报道，就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吧，就是他们自己的媒体报道的，他解释的这个理由和你刚才的分析几乎是一致的，所以你是高手。他怎么讲的？他就是说。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说，朝鲜已经走了一步，你美国要同步进行，对，我们才能走向下一步。你不能说啊，我把这个海导弹就给你们那去掉了，那我为了不是卡扎菲吗？这你们自己讲的吗？对不对？我就手里没有拉捏你的东西吗？我本来就是小国嘛，所以你也可以，你觉得他是为了完全的威胁，为了真的想达到他的目的，还是说实际上这是？就是个幌子，为了长期的持续的引诱真实的核武器是朝鲜的一个目标。是这样的，从金家三代来看，花这么大的力气搞核武器，换得你，你会放弃吗？我再问你。但是同时危险也很大嘛。是很大。但是如果这个东西能够花很多钱呢、啊、花很多好处呢、啊、为什么不行呢？所以我关于朝鲜的这个契合度，我一再说。在川普手上，当川金会会谈的时候，今年确实打算契合，有这个打算，完全有这个打算。他跟他父亲不一样，他父亲肯定就是忽悠人的，黑到底了啊，黑到底。是今年是有这个打算，是完全契合的可能，但是前提条件是外界必须的极大的压力才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啊，仅仅可能。更我个人猜想呢。金正恩其实是关于契合的问题的，他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东西，他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问题，走到哪步我能扛到哪步算哪步，他就是这么想的。没有这个，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川普是表现的气势汹汹啊，又是发推的什么陆渔府啊，又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军舰，对吧？这个联合演习啊，又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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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又再加上川普对其他国家的，他因为刚开始他有一个互动过程，对川普是不是很熟悉，有个，但是一旦摸清了川普这个规律之后，他就心里就有牌了。更关键的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说金正恩他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个契合完全契合的打算，但是到现在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没有了，我断定他是没有了啊。为什么讲？而且在这个时候等你讲，为什么没有呢？很简单，两个条件。因为他已经打破了联合国围绕着这个对朝制裁的一个暂时的联盟，就是说他已经得到了中国、韩国、俄罗斯的支持，三国都支持他，就是美国还不支持他。OK， 韩国其实也支持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就有点进退两难了，硬也硬不得，对，软也软不得，对。就是川普打出算盘了，对，所以我这个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可能 FT 不是明天发，就或者后天这个礼拜会发啊。金牛时报，对，金牛时报啊，他我就说，川普的朝鲜正在步前美国进入前任的后尘，我没有说用失败两个字，就正在步美国前任的后尘。哦，我没有用失败两个字。前任的后尘，后尘这步后步后尘嘛，对，就是说就是重复前任的负责嘛。我没有用失败两个字，因为我本来其实想用失败两个字的，他就是在往这方面走。因为对川普来说，现在来说唯一的逼迫金正恩放弃核武的办法就是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没有其他的办法。要借财来解决是不可能的。什么叫军事解决啊？你觉得意思是打导弹，还是这个地毯式轰炸，还是这个地面部队，还是这个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不算，除了军事，就是必须是真枪真弹。真枪真弹，对，哇，这个规模可小可大都无所谓，规模可小可大都无所谓，就必须让金正恩看到，我川普不是说说玩玩的，演习是不够的，演习，除非你假装故意这个搞错了，扔一个这个大弹，扔进去，尤其这还可以。我这个跟你的看法还真不一样，但是我也留一手，今天不跟你辩论了，因为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够长了，这个以后我们再讨论啊，不知道我们
天下看北京有没有看清了这个只有网友来这个评说了啊。是是是，反正呢我们这次看不清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次。下的下的，大家好的，谢谢入文啊，谢谢我们的导播，今天我们来了点新花样，让大家这个先看看新闻，我们再来点评。好 okay, 嗯，谢谢的，谢谢观众，谢谢观众，谢谢观众。嗯，不过今天好像没人问哈，没有，我们